Hello， 兩個月後的 Eileen 你好啊。咁呢兩個月完咗之後咧，你應該會經歷咗好多嘢啦。咁我覺得兩個月之後的你，經過完 training 之後咧，應該喺形象啦、氣質啦、談吐啦、口才各方面都有飛躍嘅提升啦。最大嘅改變，我覺得我氣質係完全唔同咗啦。咁我就從來都冇嘗試過一啲比較優雅端莊嘅 style 啦。咁但係咧嚟到 TVB 參選完香港小姐之後，我就踏出咗第一步，嘗試咗好多以前冇嘗試過嘅嘢啦。我反而係會後悔點解我冇早啲嚟參加。2024香港小姐競選決賽，9月15號星期日晚8點，翡翠台。